看看明年的怪事。明年二月很特别，二月里有小年、立春、除夕、春节、情人节、雨水、元宵节、七大节。根据一位香港风水大师的说法，明年二月不会在我们的生命中再一次出现，因为明年二月有四个星期日、四个星期一、四个星期二、四个星期三、四个星期四、四个星期五和四个星期六，而这仅在每823年才会出现一次，这被称为乾代。所以分享给五个人或五个群，钱就会在四天里从天而降。根据中国风水，在读完的11分钟里分享转发，明年事业蒸蒸日上，财源滚滚，家人健康，阖家幸福。